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工，今天给狗狗们搞点好吃的啊！用这个鸡头煮的粥给他们吃，里面还放的白菜。天冷了，偶尔给他们弄一点热乎的食物，天天吃剩饭，不然就被人家说我太刻薄了。在楼底下呀，就一直就听到我们的猫球在上面叫啊叫呀，吵死掉了。我上面往上一看，原来他这看到了一只小老鼠啊，这个小老鼠吓得啊瑟瑟发抖，都一动都不动了。猫球呀也是的，哎呦，这么小的一个小猎物，你还不一口给它干掉吗？对于这个小老鼠来讲，哎，你不用这么害怕。你看看你对一个这个老鼠还这么战战兢兢的，我都服了他了。你这样的行为真是有损你这个猎犬的称号啊！说实话，你这个猎犬活的还不如一只猫呢。没看到这只老鼠，我还以为对面是一只猫或者一只野猪呢。不知道是讲他太胆小呢，还是讲他比较有经验，想稳重求胜呢？看看，就这么一只小小的老鼠啊，我们家的这个猫球啊，身为猎犬，我确实有点鄙视它了啊。像它这个效率啊，逮一只老鼠还这么费劲啊，这个老鼠一时就跑来了啊，一时它就逮不住了。这么长时间了，老鼠看它连逮都不逮，连都不敢上口，马上就把它看穿了啊，一看就知道一个新手啊，阿冷子。这个老鼠长得怪可爱了啊，胖胖乎乎的啊，我们这楼顶上都废弃了啊，我从来不上来，除了养这两条狗啊喂点饭，我一般都不上来，上面太乱了。这个狗我在这等了拍了都有20分钟了啊，到现在还没有下口啊，我这个视频都是我拆的，我要不拆我让大家都应该就看得不耐烦了，我马上也不耐烦了。如果我们的猫球是没主人的，生活在野外，就凭它这种猎犬啊，估计能把它自己饿死啊！你看它逮一个老鼠都能费这么大的劲啊！现在都没有解出来啊，就知道在这叫来叫去，看得我都心烦意乱了啊！这个老鼠，我感觉一回就要得跑掉了，因为这个老鼠已经看透这条狗了，就是一个傻逼阿冷啊！弄了半天也没敢下口啊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好了，老鼠也跑掉了，老鼠都受不了它了啊，都不耐烦它了啊。这个老鼠一跑掉就全没有了，因为这里边太乱了。你看，现在又急着去找，找到了你又不敢下口。感觉我们这个猫球啊是比较有烈性的，但是呢胆子非常的小。而且呢他的鼻子也不怎么灵啊，你看我看到这个老鼠就钻到这地毯里面了，他反而都闻到这个窗户外面去了，哎，相差了18000里啊，我们家的猫球是一只不合格的猎犬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见。